成了宝宝，又是来了。哎呀，又到了奶宝最不喜欢的周一了，中午发起了午休的时间，赶紧去打几局排位吧。话说啥时候排位能全天开放一下子呢？和队友配合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默契了，但是最惨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差一分啊你就能上一个段位，偏偏就不给你，也太抠门了。你们遇到过没有？我这表现了多好就不能给个24分？我还想着打完休息休息睡觉呢，得了还要再玩一局，这局是侍卫汤姆，刚刚还说叫我们不要搞速推。你看我们这强大的阵容不速推，我们选这么多侦探和杰瑞干嘛呢？不是啊，这么多人怎么偏偏逮住我了？我谢谢你啊，侦探可真是个好人，还给小跑药水，我谢谢你俩了。作为一个合格的奶酪位，就是不管你的队友怎么样，你都要一心推奶酪。猫奶酪还是要跑的。来，好兄弟，我送你一程，你去下面等我吧。侦探和侦探太妃简直是绝配了，你们在下边陪小猫咪玩会儿，我去上面推奶酪。还好我有护盾，这伟大的任务就交由我来完成。还差最后一个了。哎，等等我呀，这局节奏也太快了，看来速推流还是很好的。你们猜猜我这局总共用时几分钟呢？我可是砸墙小能手了，怎么样？你们说奶宝现在的技术怎么样？是不是厉害？终于上铂金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爱你哟。